没事，手术还没结束。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我想你一定会忘记吃东西，过来看一下。好慢啊。你希望医生开快一点吗？你不知道手术台有速限。什么速限？不能开太快啊，会被开罚单。你白痴啊，这是什么烂笑话？你笑了、啊。我们出去透透气好吗？好。你变得很憔悴，你知道吗？有吗？你很自责吗？有一点吧。你挺告诉我那天晚上发生的事。你觉得那天晚上情绪有点激动，但你知道，那跟他出车祸没有关系。我知道，我只是觉得，如果这段时间不是这样，他也许就不会生病。猜测如果没有意义，如果这些如果都能被猜测，他活着就没有意思。林君不会死吗？不会，他很年轻，身体底子很好，不会有事。可是我妈就是，她也没有撑过去。你很害怕平均撑不过去，都是我的错。我给你好多力量，好多能量，不要害怕，平均不会有事。